大家好，我是张丰毅医师。如果您家中有 COVID-19 确诊病患，请将病患一人一室隔离，不要共用卫浴。多数病患为轻症，多休息及喝水数天后可恢复。如出现以下症状，请立即联系119卫生局或1922。照顾患者，请戴口罩及手套，时常清洁双手及环境，且患者及照顾者不可与同住者以外的人接触。请确保家中空气流通，如无法避免共用空间或卫浴，请在每次使用后进行消毒。照顾者也要注意自身健康，停止照顾后，应自最后一次与病患接触日起，居家隔离14天。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标股特快车》，我是明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啊，指数又创新高了，请问意不意外？请问阿雄有没有预告？好像所有事情我都先预告，对不对？老师，这个月会怎么走？你已经讲过了。最近行情会怎么走？你也讲过了。来，我们去解问题啦。今天指数创新高哦，好，我们先看月线哈、哦。我有好几天，我已经好一两个礼拜没讲了，我来。我上个月底就告诉你，这根 K 棒跟这根 K 棒很像，对不对？后来五月底之前收脚，我跟你讲说什么？六月的这根 K 棒会变小，好，所以会怎么样？六月初会震荡，震荡，而且会非常大。但是你也不用紧张，它一定是收红 K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注意看哦，我们看日线哦，六月从这里开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震荡？再创新高，有没有震荡？再创新高，老师跟你讲一模一样啦。好，我上礼拜有没有讲？我说现在是航运股在涨，如果电子接棒，指数是一定会喷出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，我很怕台北股市真的喷出啦。你就是不爱想，我也没办法啦。我再强调一遍啦，你的眼光跟格局决定你未来能赚多少钱。哦，来，你会看到旁边有那个 QR code， 对不对？我在强调一遍，我跟别人不一样哈、哦。你们老师是每天叫你扫 QR code， 每个礼拜叫你扫 QR code， 我的 QR code 是很难得的啦哈、哦，可能一个月跟他一拜啦哈、哦。你如果还没赚到钱的哦，赶快扫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言归正传了哈、哦，来，老师啊，你讲几百，到底你的股票到底有标无？来，好、哦，我不需要跟你讲德宏赚多少，我也不用跟你讲立台赚多少，我的会员一定大赚了。我再强调一遍哈。哦，真的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不跟你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，什么会员买的，我只问你会员有没有大赚，所有会员全部大赚，因为真的比什么都重要。好，一句话打挂全市场所有分析师。好，来，我们言归正传哦，老师，股价比德宏立台低很多，获利却比德宏加立台多，超级多，你买不买？老师啊，够可能啊！德宏标个标15支涨停板，标个乒乒球，嘿，起几啊倍啊！哎，从我一开始跟你推荐到你看到最高点，它的股价已经变成3倍了，已经3倍啊！哦，啊，你说老师它怎么涨这么多，这么厉害？因为它基本面很好。那立台也一样，标了10几根涨停板，又涨一，从30几块涨到快100块，好。为什么涨这么多？因为基本面很好。那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档股票它的股价比这两档股票还要低，股价比他们还要低哦，不是比立台低而已哦，也比德宏还低，可是它的股价比他们还低，可是它的获利却比德宏加立台多，超级多。老师，敢不可能啊？敢有可能？敢有可能有这种股票？好，我已经讲过了，把酒客做进去买。
好， 我先让你看我们的股票怎么表现的啦哈。这是我们会员的股票，我先预告啦哈，下周会不会连续跳空涨停板？好，我讲的东西都很准啦、啊，哦，你等着看、啊、我们拭目以待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最近不是一堆人在讲那个网购吗 ？Oh my god 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已经讲到烂掉了，我当时跟你讲的时候是这样子，月线啊，不会有拿这跟你讲，我说300年都没涨的，好，我们卖了啦哈、哦，过去八个交易日，今天不算了、哦，过去八个交易日连续八只涨停板，前面涨的不算，过去八个交易日又八根涨停板，我会员总共最少操作三趟啊，专播探级啊，我不要讲四趟，全部赚钱啊，只要你是会员的。那你是新会员的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带你买 ，Oh my god！ 但你就我带你买的另外一档股票，也几乎天天涨停板了、啊。哦啊，你们老师只会跟你讲 Oh my god 赚多少钱、啊、好好，如果我可以找到 Oh my god， 好、哦，我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股票，这是月线哦，股价只有十分之一哦。好、哦，我讲过了，就算涨两三倍都很便宜。好，来，我们讲最近就好了哈。哦，礼拜二的时候他创波段新高，差一档涨停板，然后打到平盘下变大跌，老师你还不爱买？我当天怎么讲的？我一张都不卖，开始说说完一个盘，我为什么要卖？很多人喜欢当冲嘛，你就慢慢冲，冲到最后他喷出哦，你不要错，我没讲。来，隔天马上涨停板、哦、老师告诉你要跟涨停板跟个人尾盘又切又什么又拉半根下来哦，我相信有一定有一大堆当冲的又冲掉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就是不卖了，不爱卖就是不爱卖，好，我就是不卖。好，你慢慢看，你看我的股票多会飙。好，我如果只是想要赚这一点点，我就不会去买这只股票的啦。哦，这是昨天。哦，今天盘中又大涨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要等到它真的翻倍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再让你看一下它的月线，好不好？他现在这个成交量已经远远超过这，已经把这个甩到脑后了，哦，也已经超过十万张了啦。那你要去看哦，上一次接近十万张的时候，股价是三位数，八几块，现在是一字头。你连担心都不用担心，哦，震荡一下，还会再喷，好不好？我还是要强调一遍呐、啊，你的眼光跟格局决定你未来能赚多少钱呐、啊，不要长鼻子小眼睛，哎，买了股票明天就要卖，人家我们是要赚一倍的呢。好，所以回过头来还是要强调一遍哦，其他我不讲了哈。大家两个黑惊啊，老师要升息哦，就恐怖有没有？鬼故事又来了，你要吓谁啦？你要吓唬谁啦？我还是要强调一遍哦。好，我来这列客说，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呐、啊，谁可以当你的靠山？我有没有讲？这是我另外一直在强调的事情啦，涨多拉回你不用害怕，要记得买。我在这杀下来的时候告诉你的。好，然后这上礼拜杀下来的时候我又讲一遍，好，那为什么我就不解释咯？因为这个，然后紧接着这个，然后紧接着这个，所以一定会喷出，其他的基本上也不用解释了，因为我讲过了啦，这些东西你自己去看报纸就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要有信心啦，你没有信心我给你信心啦，我只能这样做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信心我每天跟你分享啊，你每天看我节目每天在大赚，我知道 有些人会不好意思，你真的会不好意思，连打电话都不好意思打的，没关系，今天我开放 QR Code 很难得，非常难得，我不是请您老师每天每礼拜在放 QR Code 哦，扫描加入马上掌握大赚的机会，你只要有手机你自己扫就好了啦，很多我没办法在节目上讲的我在里面告诉你，这样好不好？通通不用钱，只要用手机扫描啊，你想要买标股的你就直接扫就对了啦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哦，要有信心呐、啊！你没信心，我给你信心呐、啊！哈、哦，来，我强调重点就是：第一，你要有信心；第二，你要买到真正的主流，你才有办法翻身嘛！你要翻身，就是要买主流嘛，对不对？我已经讲过了，其实做股票很简单，就是买真正会飙的股票。那如果你说真的，老师，我带衰，我大概被弄没飙，哦，其实也不是这样，也不是这样讲了哦，因为可能你们可以得到的管的讯息的管道比较少，所以很容易受伤，很容易买到不会飙的股票，但是我们不会啊，你如果真的买不到真的会飙的股票，那你就去找全市场最厉害的人嘛，这不就简单呢、啊、你每天在印证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印证啥啦，对不对？
谁最厉害？哦，什么叫真正的主流？哦，飙到全市场都会来帮你抬轿啦。我今年叫你买，我今年一直跟你讲，都同价概念的股票，你一定要锁定，因为什么？电动车嘛，电动的发展一定要需要铜嘛，这是原料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年跟你讲的第一档同价概念股，会员赚到快发疯了，飙十几根涨停板。会员今年带会员买进了第二档同价概念股华龙，会员赚到快发疯了，飙十几根涨停板。今年带会员买进了第三档同价概念股叫德宏，会员赚到快发疯了。我每一档都说会员，为什么我敢这样子讲？真的比什么都重要，讲再多都没有用了。哎呦，亮子太努力，这个涨一千倍，这个涨一万倍，会员没买，涨几倍都一样啦。会员有买，会员有大赚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你才有感觉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有人就是怎样呢？小鼻子小眼睛。哎呦，老师，你看，去这多啊，去四成，去五成啦。哎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涨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怎么告诉你的？我说他还有戏，他还会再飙，他营收还没公，他获利还没公布，他公布一定喷出。我有没有这样讲？我不止告诉你哦，我说，所以我一张都没卖，我叫你不要卖哦。哎，有人就是会怕，老师，你去这多啊，你还叫我买？好，我不叫你买哦，我看好哦，要买随在你哦，反正我主头到尾一直买哦。啊，你不是没劲啊，你真的不敢买德宏了。你说老师已经涨这么多了，好，没关系，你去买立台也是这样子飙，从三字头飙到快一百块了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老师你跟我预告，麻烦导播，不是啊，那是几胜，这是德宏，好，这是几胜，这是德宏啊，他已经公布了，他还没公布，所以我认为他还有戏。同样的道理，来，你会发现我找的全部都长这样子了，我才跟你讲的而已嘛。立台啊，你也不用去追吉盛了啦，是不是立台？是不是立台？我就带你买立台啊。因为老师啊，这表现这么差，能买吗？我买给你看，我买给你看。请问你告诉我，谁会叫你买立台？欢迎到我家现场了哦。我也懒得一张一张翻了哈、哦。我跟你们老师不一样了哈、哦。哦，我也不需要跟你讲说我赚多少钱了、哦，反正会员跟我买的一定是大赚的啦，好不好？你说你老师立台，全市场每个老师都有啊，那你们老师有这个吗？哎，还在飙哎、欸！可是我要再强调一遍，新会员不用帮旧会员抬轿、哦、我叫你买是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所以老师有没有新的？我没告诉你嘛，我只问你买不买嘛。老师，那德宏起价呢，这么恐怖，那立台起价呢，这么恐怖，啊，怎么起这多？我嘛唔敢买啊，所以我会叫你买这种的、啊。我问各位。有没有那种比德宏立台还厉害的？股价比德宏立台低，可是赚的又比德宏立台多的？你把酒客去买就对了啦。你又不信，我也没办法、哦、我只能跟你讲啊，下周会不会连续跳空涨停板？我们拭目以待。我也知道你不敢买，欸、我都有讲哎、欸，是你自己不敢买哎、欸。哦、我这里叫你买，这里叫你买，这里叫你买啊！你不买，然后后面我也不要说我不敢买了。我前几天，我上礼拜有讲过一次，我昨天又讲一次了。如果你现在问我，立台还是德宏可以买？好、哦，我认为 CP 值最高的，股价不获利股价比德宏更值得买，德宏更值得买。你去看现在德宏的表现跟立台的表现，你就知道我讲的对不对。但是我都不会买，为什么？我有新的，我干嘛去买这个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节目，欸、你看我节目全部都大赚、欸、每一档都有 VCR 的、欸、只是我懒得一档一档放而已，对不对？你说老师，立台、德宏我都知道，我连看你节目都大赚，那有没有新的？一模一样的买盘，我节目上讲的清清楚楚，德宏、立台、
再来就是太古，你就是 你不下去我也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好了，七根涨停板，又七根涨停板了，又八，老子又80几%了，太夸张了吧，快90%了，马上就要一倍了。我真正唔免甲你讲，我立台赚偌济啦，因为立台嘛无外高啦，因为我要德宏赚搁较济啦。那我也不用跟你强调说立台德宏我赚多少钱。我问各位一个问题：你今天是我会员，你今天看我节目，我带你去买的股票有没有标？有没有标？我问你，我有没有标嘛？德宏你知道吗？立台你都知道吗？那请问你告诉我，我有没有预告？我有没有预告？我讲完之后，隔天太古涨停板，涨停板，涨停板，再涨停板，连续4只喽。然后震荡下再涨停板，连续5只涨停板，连续5只涨停板，然后关起来。老师，好像跟你前面讲的每一档股票都一样哦，龙科、华龙、德宏、立台、专播，不要分盘交易。你的太古那个分盘交易啊，我也没办法，这是一种荣耀啦，庆生腰股之列。老师飙到关起来还在飙，第六根涨停板、哦、第六根涨停板创波段新高70几%，对不对？好来、哦、利多出来了、哦、要涨价了、哦、他的妈妈叫易光，他的爸爸叫，反正台湾的龙头第一第二名都是他的爸爸妈妈啦。好来、哦、关起来了还要继续飙，这是前天、哦、继续喷再喷，今天再亮灯，七支啊，赚到快发疯了。哎，所有的人都真的赚到发疯了啦，真的赚到起笑啦，真的赚到起笑啦，又已经80%了，会不会又是一倍以上？我只问你，你赚不赚、哦、我没有叫你去追啦哦，你真的想赚的，麻烦你今天做一件事情，扫描 QR Code 一路喷大 A 嘛，就是你的，只要扫描 QR Code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、哦、我不用跟你讲我立台赚多少钱哦，我也不用跟你讲德宏我赚多少钱哦。老师你的意思是说你会员没赚吗、啊、不好意思，我所有会员全部都大赚，任何一个会员，每一个会员、啊、你不要跟我讲说你最近刚加入的，最近刚加入的我绝对不会带你买德宏，我叫你买的是这一支啦，啊，拍谁又大赚，哦，真的是 sorry， 真的不好意思嘛，老师打几楼分盘交易来，我叫你买立台，立台飙到分盘交易，我叫你买德宏，德宏飙到分盘交易，哦，我们不要追新会员，不用帮旧会员抬轿，买太古，太古飙到分盘交易，然后呢，最近跟你讲的叫你买这支，这支买，啊，这可以了，跟发也不要跟分盘交易，六天六根涨停板，真的比什么都重要。好、哦，我不用讲一大堆，我会员赚多少钱，赚几倍，讲什么讲功啊，大堆啦，反正会员都是大赚呐，都、就是这简单呐、啊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你看过这么多节目，有哪一个分析师敢说会员全部大赚，赚到快 K 笑的？好、哦，我已经讲过了、哦，我要让所有人都赚到钱，哦，所有看我节目 都一定要大赚，但是我也不能每天上节目就脱光光，也不是 也不一定每一个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想看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回过头来，好、哦，你还想再大赚的，还是你真的没赚到的？哦，一定是不好意思的啦，连电话都不愿意打嘛。我跟你分享，你打电话来就有，可是你又不愿意打电话，很简单。今天只要做一件事情，扫描 QR code， 你连电话都免卡，安尼有简单无？你做你免拍摄，你就有手机直接扫描 QR code 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扫描 QR code， 扫描 QR code，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。这支股票它就一路喷大黑马，下一支会飙。翻天的新黑马，它叫做一路喷大黑马，我说它是未来的天王巨星，它叫做一路喷大黑马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扫描 QR code，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。
都坦诚我之前跟你讲的，我很少在扫描 QR code 哦，很难得哦，可能一个月你可以只遇到一次哦，你要赶快扫，这样好不好？上一次我密集叫你扫 QR code 的时候是 IC 设计那一波啦，扫描 QR code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十几根涨停板有没有？好，扫描 QR code 安国，扫描 QR code， 扫描 QR code 的时候在这里，十几根涨停板，有没有？扫描 QR code 泰新十几根涨停板，我们会卖在几乎最高点，你可以去问我所有的会员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敦泰，我会员做三趟，总共只做三趟，多一趟少一趟，让你涨。这个是快二十根涨停板啊！你只要扫描 QR code， 拜托一下，扫描 QR code 就有了，扫描 QR code， 扫描 QR code。扫描 QR code 有没有？扫描，扫描，扫描。现在我一样，请你做一件事情，有手机拿出来，直接对准我们旁边的 QR code， 我紧甲扫入去就对了，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会不会像这样子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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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你会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扫描 QR code。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一路喷大黑马，下一只会飙翻天的新超级黑马，它叫做一路喷大黑马，通通不用钱，只要扫描 QR code， 你只要用手机扫描，拢总免钱。我再强调一遍哦，你要赚钱的，你要买标股的，你就赶快扫描 QR code。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有手机有看到明松节目，看到 QR code。麻烦你只做一件事情，你要大赚你就只做一件事情，手机拿出来赶快对准，赶快扫，扫了就有，扫了就有，扫了就有下一支会狂喷的股票，一路喷大黑马，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只要扫描 QR code 一就是你的。我们先进广告，守护台湾，守护家园，最艰难的时刻我们永远与你同在，188防疫专案，帮助您守护你的财富。营业投顾守护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 Live 直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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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不及，来不及，定义上线。掌握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我已经换装了具备三大安全遮断功能的微电脑瓦斯掉，因为你准备的跟他在一起最安全了，我在一起，在一起换掉真好，安全没烦恼。快车，欢迎到回到现场。我再强调一遍，真的会不好意思的，我都替你想到了，你什么都不用想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你只要有智慧型手机的，麻烦你做一件事情，赶快扫描 QR code、除非你真的年纪比较大，真的不会用的，那就真的麻烦你打一通电话来、我很乐意跟你分享，这样好不好？我希望所有看明松节目的人都是真正的赢家，都能够赚到钱。那我知道很多人会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你就扫描 QR code， 这样好不好？扫描加入，
扫描加入，马上掌握大赚的机会。重点是拢总免钱啦，看偌好啦，你只要用手机扫描，好不好？反正你要买标股的，你就赶快扫，好、哦，赶紧扫的丢啊。哦，老师，你们最近股票飙不飙？哪一个会没赚的啦？好、哦，没赚你举手嘛，没有半个会员会举手。好、哦、啊，你最近加入的不算哦。立台，好，你说立台德宏飙翻天了、哦、不要再讲没关系，太股、哦、我也有讲啊，现在是飙到破纪录，已经80几%了、哦、马上又要一倍了、哦哦、那你也不用去追啦，你也不用去追啦、哦、我跟你分享下一波最强的股票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扫描 QR Code， 扫描 QR Code，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一路喷大黑马，下一只会飙翻天的新黑马，它叫做一路喷大黑马，未来的天王巨星啊！就像前一波狂飙十几根涨停板，你只要扫描 QR code 就有。单国狂飙十几根涨停板，170几%，你只要扫描 QR code 就有，有没有？泰兴扫描 QR code。敦泰20几根涨停板，现在我请你扫描 QR Code， 好不容易机会难得，你就赶快扫。想要买标股的，你赶快扫，扫描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一路喷大黑马。还没扫的赶快扫，赶快扫，你就会大赚赌客收视率。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